心意，你要煮饭吗？嗯。要煮很多的饭吗？没有要买，要放好哦。哦。哦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借我一下。这个是在做什么的？吹泡泡啊！吹泡泡这个，这个可以煎蛋，这个可以煎这个造型的蛋。我也要煎，我要拿两个。它可以煎什么造型的蛋？煎起来的蛋就变成旺旺。一个就好了，好了没？要放回去了没？来，那个先放回去。那个是用披萨的啊，蛋糕。哇，这里有这个是猪小妹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好软哦。好软哦！家里没有这种东西。Long sleep, ships。来买一个这个好了，不然你都在浴室那里跌倒，啊。还是买这一种的。哦，那怎么这么大？还是买这一种的。还是依依来买这一个。你看这个没有滑。Long sleep。这是猪小，这个太轻了，这个很滑。那给它放回去，这个很滑，太轻了。对啊，那我们买一个这个吧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喜欢蓝色。你喜欢蓝色？好，那我们买这个。对。然后还要买什么？来看一下，那个是指南针，那个不是时钟。